单刀球面对守门员打进去了，漂亮，球进了，扳回一个。这位给进来看梅西保利射门，这球梅西保利是将球打进，在补时的这球果然是该的。梅西保利顶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梅西保利，
零，小角度大门，这个球李炫文机想直接找徐哲峰。哎，这下张翔没有扛住梅西保利，裁判哨没响，突进来，小角。哎，主裁判直接找梅西保利，这次应该是可以拿到一比零射门。可惜啊，施晓东啊，他的发挥更好一些。来看一下，晃过防守队员之后呢，然后及时的解围，没能让黄蜂拿到球，但是还是南京城市的进攻回合，梅西保利传过来，这个球谢志伟准单刀。漂亮，又没保利的，你看这个倒钩射门。背身，谢志伟有打门的，
下梅西保利拿到了球权，突进禁区，小角度往门前传，球给不错啊，这个。